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厨师，就是希望能够有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，是吧？把那个正宗的中国的一个菜品或者正宗的中国的饮食文化的，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能够是吧，让那个美国的主流的是吧，这些客人能够认可。我认为这是我应该所要所做的努力。